大家好，我是浩南，这里是南营畜牧市场。我们现在看到这匹马，它非常的高大，肩高最起码有1米7左右，这应该是一匹重型马吧。但是它的体型是非常的漂亮，这今天主人是要把它卖掉。 现在看他非常的焦虑，站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卖掉了。现在要带他去过秤，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匹马有多少斤，大概能卖多少钱。啊，一年前。 刚已经过了秤，这匹马有1200多斤，差不多有1300斤。大家猜一猜这匹马卖多少钱？非常的不错，体型也很棒，这是一匹骑，也是一匹重型，可以吧？可以干活。 这匹白马也是同一个主人，一会儿他们将要一起上车。 现在要装车了，我们看看这个马能跳上去吗？这么高的台阶，这匹马还是挺聪明，马上就跳上去了，跳上去也就不挨打了。现在要装那匹白马，白马别看个子小，它比红马更粗，赶快上车，以免受罪。 大家觉得这两匹能卖多少钱？可以评论区留言。喜欢马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。这车里面是一匹公马，正在咬这个母驴，母驴吓得不敢吱声，看它咬的都皮了。 是不是很好玩啊？想追求人家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